甲沟炎呢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指甲的沟沟发炎呢，比较常见的。在做美甲之前，美甲师会帮忙把我们的发炎也有分严重度的不同哦，有一些呢，它会。欢迎收看夏蜜会。最近的指尖时尚美甲风潮已经广为流行，那美甲呢，不止自己看得开心，也能够在举手投足间呢展现个人的风格。可是美甲做多了，会不会对指甲健康造成伤害呢？又有哪些 NG 行为是你要注意的？这次呢，我们就邀请陈怡晴医师来为我们介绍。那我们欢迎陈怡晴医师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指甲专家陈怡晴医师哦。随着美甲的技术发展呢，从配备齐全的美甲店到居家就可以完成的美甲贴，美甲的方式可以说非常的多种，但是每一种方式呢都有可能会造成指甲的健康问题。那我们请陈怡晴医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常见的指甲健康状况。那我们先从比较严重的开始谈起哦。美甲发霉的问题，它就是有霉菌呢跑到我们的指甲里面了。为什么做美甲会有发霉的问题呢？第一个呢，可能是我们在做美甲前呢手部的清洁没有很适当，再来第二件事，器械的消毒不干净呢，也会有问题哦。再来第三点，原本指甲就有问题的患者有很多，为了要遮丑，所以去做美甲，这样子反而会让霉菌的状况更严重。那再来最后一点，第四点呢，我们在做美甲片的时候，如果粘着的部分没有很确实，可能会造成它有一些细缝，在洗手的时候啊，可能是水会积在那个细缝中，造成灰指甲的问题哦。最常见的就是从这个路径过来哦，会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些霉菌的感染，它从前端呢跑到我们的指甲下面，是我们最常见的美甲的感染的主要的途径。它也可以从近端感染，从上面感染，或者直接感染指甲的内部哦。是灰指甲，就是它只是看起来丑丑的，然后也不会痛啊。那有需要去就医治疗吗？灰指甲呢，并不是真的完全不会痛、不会痒，它看状况。当我们年纪越大，或是有一些状况，可能压力大啊、晚睡啊等等，抵抗力下降的时候，有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。如果是在脚趾头的灰指甲，有一个比较讨厌的问题就是呢，可能会让我们的指甲变厚又变卷。那变卷呢，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插进去我们旁边的肉肉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患者甚至有发脓、红肿、疼痛的问题哦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，一定要接受灰指甲的治疗。治疗之后呢，不仅我们的指甲变漂亮，也不再红肿之外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本来扁曲的指甲，其实也变平咯，可以透过一些友善的治疗呢，改善我们指甲的整体状况，来跟灰指甲说拜拜。甲床分离也是大家很常见的状况，就是指甲尖端的白色部分变多，看起来比例失衡不自然。可是很多人会以为这种状况是灰指甲，请问甲床分离跟灰指甲是一样的吗？当然不一样啦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指甲的构造图哦。我们的指甲呢会跟下面红色的甲床粘得非常的紧，边缘有一个东西叫甲下皮，这个部分呢有受损的状况，这个地方就会粘不住，慢慢的就会从远端裂进来，造成我们的甲床分离哦。最常见临床上就医的大概是肠破水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白色的部分变多，其实这个地方也有一些些的泛红，那有一部分会同时合并有一些其他的系统性的疾病，造成它的指甲的甲床发炎而分离。至于美甲的患者们呢，很多呢是因为在做美甲之前，他会去清洁整个指甲旁边的甲褶，有可能在清洁的时候过度的处理，造成这个地方有受伤，所以也会有这个问题哦。甲沟炎呢，其实是美甲常见的健康问题。请医师跟我们介绍一下，有哪些 NG 行为会造成甲沟炎？甲沟炎呢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指甲的沟沟发炎呢。在做美甲比较容易造成甲沟炎的问题呢，第一个当然就是美甲师本身的器械的消毒没有很干净。第二个呢是比较常见的，在做美甲之前，美甲师会帮忙把我们的指缘旁边的一些死皮都清掉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他会把旁边的一些甲沟的指甲剪掉一。
部分，在做这些处理的时候往往容易造成微小的伤口，那当然有伤口就有可能会有细菌跑进去啊，就会造成指甲薄薄的发炎。发炎也有分严重度的不同哦，有一些呢它会指甲整个肿胀跟化脓，这个时候呢快点来找我们吧，因为当我有化脓状况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协助患者把脓挤掉，这样子呢就可以好得快很多哦。还有一种形态是没有化脓，但是整个指甲床的发炎，这时候我们就会用口服药物来去做一些处理，让这样的状况减缓。我们在卸甲完后啊，常常会看到甲面会有一条一条的磕痕，或者是说是在反复打磨之后有发现指甲变薄的这种情况，那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指甲的损伤呢？当然是啊，在做美甲之前，为了让凝胶的附着力变好，所以美甲师是会帮我们做抛光的动作。凝胶如果是比较劣质的，它需要磨掉很大部分的组织它才粘得上去，因为指甲呢过度的磨损之后呢它变薄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甲床其实都有一些泛红的状况，也会有一些指甲变得比较白一点点，或是有一些甲床分离都是有可能的。哇，听完医师的解说，我们真的不能够为了美观忽略指甲的健康，可是我很想要用美美的指甲。那如果我们真的很想要有漂亮的指甲的话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？在做美甲之前，当然我们可以先洗净我们的双手啊。那如果我们的指甲旁边有一些比较多的厚皮啊，我们可以涂一些护甲油去保护它。再来呢，我们在做美甲的时候，当然要选择比较好的美甲店，不要选一些就是看起来环境状况比较不 OK 的嘛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在做美甲的时候，它会帮我们把指甲旁边我们叫指缘甲皮的那一层磨掉，磨掉之后，我们其实碰水就会比较容易有状况，所以呢也可以考虑保留那一层我们叫指缘甲皮的构造，不要把它磨掉，也会让我们的美甲的损伤程度比较低。再来呢，尽量不要破坏太多的指甲的甲面，这样子呢也会减少我们指甲的不适哦。最重要的就是当我们的指甲有任何问题的时候，千万千万不要继续再做美甲，也不要去外面的药局随便买药擦哦。长期一直做美甲如果都不休息呢，还是会有一些问题哦。这个患者呢，因为长时间的做美甲，他的大拇指就被染色了。除了染色之外，其实他旁边的这个指甲床也有分离的状况，看起来很可怕吗？但是它不是灰指甲哦，甚至呢，它是对我们一些美甲的药剂可能有一些过敏的状况。所以有少部分的患者在做完美甲，它是会让我们的指甲有一些发炎肿啊的情况。如果是对于这些化学药剂的过敏，那当然就是需要吃药，而且之后就真的不能够再做美甲了。那请问医生，如果我卸了完美甲之后看起来指甲也没有什么病症，没有什么状况，那将来可以做下一次的美甲？当然如果指甲的健康度都很 OK， 可以做下一次美甲，最好每一次的美甲中间还是要休息一到两个月的时间，让我们的指甲就算有轻微的发炎也可以得到一些缓解的状况哦，这样子再去做下一次的美甲才可以保护我们的手手。现在做美甲呢，就玩有指尖雕塑，很多款式呢，其实就可以堪称微型艺术。但是呢，不管是怎么样的美甲，它其实都有一定的保存期限，所以呢，千万不要偷懒不卸，这样反而爱美不成，还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后遗症哦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就到这边了。我们非常谢谢陈玉琴医师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内容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这是额外的平面呗？哎，对，我好奇问一下。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按喜欢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